现在我们就让他与创作新人徐佳莹来个歌词填空随堂考。刘导的考题是徐佳莹在第二张专辑中的创作歌曲《极限》，而徐佳莹必须为刘导的《爱人不见了》填上新词，赋予不同的意境。导演，不好意思，这个是佳莹她的歌，叫做《极限》。那么你稍微浏览一下，然后这边有空格的部分呢，麻烦你给人家填上。好，你歌词会怎么填？佳莹，这是导演的歌。佳莹，好期待。这个呢，好好奇哦。这个是刘导的演唱会上面呢，子谦唱了这首歌《爱人不见了》，知道这首歌好好听。我心在燃烧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干什么？太多，太多。好，那我们呢，马上就请导演跟佳莹呢。好，计时三，计时三，二啊，不是，计时三。好 ，Peter， 来音乐快一点，三十秒开始。三个字，各位。不急不徐，字字清楚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哇，这太厉害了！这个极限的歌词在刘导的这个手润过之后呢，会不会有什么样新的火花？拉拉，请您将您的歌唱出来吗？是的。哎呦，我的极限就到这里，就算痛苦坚持到底。好好听哦，给过这个很合理，对，非常合理。好，哎呀，我觉得我的很害羞。大哥，再看看你的歌词，他怎么填？好，原来的歌词。爱人不见了，燃起爱的火，也看出了情的妙。心破碎了，夜里不能眠，分分秒秒却不知不晓，是谁破碎了我的梦，也带走我的笑，让我时刻在心。这首好听的歌曲，徐佳莹会为他带来什么新意境呢？啊，谁也不知道，我心在燃烧，燃起爱的火也开出了吊中烧。吊中烧，你知道什么叫吊中烧吗？吊中烧，里面放红豆的一种日本点心，吊中烧。因为他对吃的没有人知道，我心破碎了。夜里怎么样？骂骂号。夜里骂骂号。囡仔丢给妈妈号的骂骂号。妈妈号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肚子饿了吗？小孩子会小孩子哭啊，分分秒秒。不知不晓是谁破碎了？破碎了大亨堡。你全都吃了，你臭丫头。都吃的。臭沙大亨堡都是吃的，吃不到就骂骂号了。我跟你讲啊，大哥以前能唱吗？哪里去寻找？好听哦。燃起爱的火。燃起爱的火，下面你要唱，也该出了吊钟烧，吊钟烧，你实在了，每人来接一接。